嗨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到板桥，有什么行程呢？看我的口罩，上面有什么？有有得到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去临安宫，因为明天是诸王的生日，然后我们今天去临安宫祝寿。那今天去临安宫还有什么好玩？当然最好玩的就是可以跟板桥一家人见面，跟板桥家人阿贝，然后逸轩爸爸妈妈。我们就先去找我们板桥最正红逸轩，好不好 ？Yes。好，那我们就说晚上还有小夜市。对啊，今天有小夜市哎，好期待哦！那我们就先从板桥车站出发咯。Yes。拜拜。小夜市，我先这里有马吉，还有龙须糖、糖草、香肠，然后还有糖葫芦耶，棉花糖，是这样哦。后面还有玩的，这里有打弹珠哎，有碗子，然后这耶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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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棒，还有套圈圈。老豆在这里，还有煮碰糖，还有煮碰糖哎、你们办这个太好玩了吧？重点就是，我就问，为什么刚吃了糖葫芦、龙须糖还有鸡蛋糕，然后我去拿的时候，那些人都不收我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庙回馈给来参加的所有人，这来玩的对，吃跟玩都好，不要带钱，好不好？那个摊贩，然后他们都说这免费，庙方提供的。是什么？可以是，可以是，要布置。诸王已经选定了想要看的戏。被你惹的，对，开玩笑的，好辛
简单来说，刚刚我们在那个淡水的捐赠中，但是因为我们太紧张了，所以我们忘记录了。我觉得还是有录影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被处理了吗？对对对，他被处理了，被首度被男神拥抱。你就趁机的放上去就好了，讲不要注意，生气了没？放心，不要紧张。这是什么？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赫。好吃的火腿蛋吐司。火腿蛋吐司啊，基隆 style， 一定要搭配这种。纯炭火烤的，帅哦！我真的好喜欢哦，你看它里面超澎湃的。现在秘书小朋友，秘书好朋友小何已经吃起来了，吃起来了，吃起来了，吃。